不夜涛和魏子越现场联系好友做任务，你们觉得谁会成功？两位西的一位生日好友打电话，在2分钟之内用任何方法诱导朋友说出关键词“我错了”。过2分钟之内，他们没有说出来即任务失败，失败者将会有一个小惩罚。然后，如果两位都成功完成了任务，那用时最小的人就获胜。喂，哎，我在录个东西，完了之后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？我信号这么差呀、啊？那你直接说吧，说你错了，快快快！我的妈，你头像太吓人了吗？你头像太吓人了吗？我说，你说你错了。喂，你说你错了。喂，是啥？我说你说你错了，你说你错了。这么卡呢？你说你错了，你说我错了，快。我偏不说呀。哎呀！来，跟我说句情话，我听听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就是很喜欢你啊！妹妹，今天化妆浓妆不像姐姐化的。救命啊！说来着，你怎么说来着？姐姐平时都化这么浓的妆吗？不像妹妹，平时素面朝天，妆都不会化。你干啥呢？我真的在录个东西，你要说你错了，宝贝。太紧了。你是谁？你何方妖孽？救命啊！我天，我是谁？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算了，哥哥，别呢，子越哥哥，子越哥哥，嘿，你搬家搬的怎么样？哥哥，我没时间了，景龙，你快说你错了，我说我错了，那我们下班了，一分钟不都给我呗？快点，我错了，快，我错了，快，景龙说我错了，那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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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说快说，求求你，还有19秒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听到了吧？爱你，拜拜。我打给糖果超甜，看谁接我就是谁是这个幸运儿，谁接到我就跟谁。你在群里打吗？对，群聊，然后就发着哇哇哇的声音，然后就会哇，大家都接，大家都接，就因为没一个人接，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没有，知道吗？就发着哇哇哇的声音，然后就会哇，大家都接，大家都接，就是你应该就是有选择性的，救命。没人、不能给看头像，没人接电话哎。哎，有人接了，是谁？哎、这陆地号吗？只有我一个人，就只有你一个人，救命啊！那让你说这句话很难哎。嗯。你要什么？所有都接了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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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我们现在玩一个小游戏。一个人接就行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你要说出三个字，就是你猜一下我让你说哪三个字好吗？嗯，算了，就是你要说出我错了，赶紧说我错了，我赶紧下班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说完我错了，我就可以下班了。救命！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？你放过我吧，陆定浩。来吧。怎么让你说我错了呢？很难开口，这个人我拿扳手撬他嘴，他都不会说我错了的人。你就你就请到吗？我请你吃饭，我请你吃饭，我请你吃饭，你赶紧说一句我错了。嗯，那这个就可以考虑一下了。救命！还有一分钟了，快快快快快！你这你要搞黄我，我跟你讲，赶紧说我错了，我求你了，陆定浩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道个歉吧。就这一个字。什么？只有三个字吗？就是这一三个字，一个词，就这三个字，说一个字也行，快点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接受惩罚了，你真的，你想让我做500个俯卧撑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救命，救命！我就真的，我今天最后悔的事就打给你。俯卧撑我就说，我做，我回去我给你录视频，好吧？我给你通话，视频通话，然后我做500个俯卧撑，你说一句我错，快快快，还有时间没？没时间了。不行，我看你。还有12秒，辉仔说我错了，我错了。Hello， 辉仔说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啊？我错了，说我错了。我醉了。救命！他们搞我，他们搞心态，我真的无语。我疯了。你是疯了，我看你真的疯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救命！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群不可控的糖果超甜。时间到了，拜拜拜拜。收工了，拜拜。神到好快，救命！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完蛋了！我跟你讲，陆定浩，我们再聊会儿。陆定浩，挂掉，就跟你们聊。你们的名字叫什么？我们叫旁门一个都不放过。你们真的是一个都不放过。我觉得涛涛，人美歌甜，气质好，然后就是人间水蜜桃，就是
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就是一个万人迷，非常的有气质，然后我所有会的词全用上了，就是非常好。还有一个迟到的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他要说我错了三个字，这一趴你过去了，叶浩然说我错了，你谁啊，救命啊，这一趴也过去了，你太晚了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我谁啊，再见，我刚才打球，你行吧，你去打球吧，打球吧，拜拜拜拜，想我了是吧，想你了，救命啊，你自作多情，我们这一趴过去吧，过去吧，好吧，挂掉，磕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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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